友，那家伙他拿了我们的钱逃跑了。你臭小子，给我站住！我会帮他还钱，你不要动我妈、大哥跟二哥。好烫！为什么我们要出医药费？妈是因为工作才伤成这样，妈要自己看着办呢。你这女人真的是……大哥，钱我来出。二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打通电话给妈。你就这点钱就想向我炫耀的话，就拿回去吧。5月20号星期一晚间7点，我的女儿孝心东森戏剧台全台首播。